大明崇祯十五年，可谓是崇祯登基执政以来最为忧心的时期。去年七月，明军十三万兵马在松井会战中惨败而归。二月十八日，松山城被后金军攻陷，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三月八日，弹尽粮绝的祖大寿放弃了死守一年多的景州，归降后金军。明朝在辽东苦心经营十余年的辽景防线濒临崩溃。九月，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兵锋直指河南，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开封重镇，刹那间城中军民淹死无数。十月，后金军扰到蒙古南下劫掠，攻陷河北城镇二十六座，威逼京师，大明内外败报频传。此时此刻的崇祯是多么希望得到一份来自前线捷报，能让风雨飘摇的大明获得一丝生气。十一月初四，宁远团练镇总兵吴三桂与部下发现驻扎在宁远城西北十余里的兴水县以北的清军时常调动。吴三桂认为清军狡诈，军营多次调动而意图不明，便打算趁清军立足未稳之时主动出击与之决战，借此打掉清军骄横之气，缓解宁远的局势。机不可失，吴三桂召集军队将领，认真分配诱敌、督战、埋伏、策应、守城各项工作，骑兵、步兵、火器部队也一一做了相应安排。军队动员期间，吴三桂给各级将领颁布严令：敌众我寡，我军如果不能拼死力战，以一挡十，此战则无法取胜。明天本镇亲自前往督战，但有一人怯战后撤，无论他是督府还是兵丁，均一律斩于阵前。开战之后，士兵也不准下马割取敌军首级，违抗者斩。到十一月初五某时，三军基本安排妥当，中左右各政府标营皆有千总把总指挥，右营游击李云龙、把总何天成等率部严守宁远寺门，掌印都司孙如基、行厅推官唐奎良、通判魏明表等人带队在宁远城内外巡逻，训导吕启卫等官巡查街道，搜捕奸细，命令海口、守山六城将严守各自城壕，并列兵虚张声势。吴三桂身披环甲，率三千兵马出城列阵，其后便接到前哨守备左仲奎的探报，后金军已从门家山老营开拔，约有一万多骑兵分三队向宁远袭来。吴三桂亲自骑马过河侦察，见后金主力绕过宁远城，驻扎在宁远城东南二十五里的王宝山，另外两路敌军分别向距离宁远西南十三里的曹庄以及宁远城以东北的海口附近快速推进，妄图对宁远城形成合围，借以切断城内守军与山海关守军的联系。吴三桂斟酌良久，决定先攻其主力，一旦后金主力被歼，其余两路自然崩溃。于是吴三桂派遣先头部队前往王宝山诱敌，但后金军并未上当，顿时双方陷入相互诱战的相持阶段。你过来呀！吴三桂觉得不能再这般消耗下去，因为一旦三路敌军合兵一处，自己将会陷入被动，于是一面让大部队继续前进，
面差遣都镇都司韩世雄快马前往各军催战。此时驻扎在门家山后京军大队兵马飞驰来袭，明朝前军士兵也奋勇砍杀。吴三桂急发，镇标平夷左营参将潘永昌、镇标前营游击李可直等人，率领汉夷官兵前往支援夹击。曹庄、海口的两队后金军得知主力被围攻，立刻回师救援。吴三桂便令副将、参将游击张国忠、齐共真、郝礼等人领兵马飞驰前往狙击。而自己继续与参谋兼生佟达行率本部将官前往督战。明军官兵与三路后金兵打得难分难解，战况十分激烈，双方酣战之时，吴三桂又派遣左营副将祖敬忠等人各自率精锐之卒猛击后金军的回援之兵，后金骑兵纷纷中箭，重刀落马，难以继续支撑。就在后金军队将要崩溃之时，门家山老营的两队后金骑兵由北飞驰来救，见吴三桂之兵情况危机，辽东巡抚李玉田即命宁远城内伏标中营副将童师胜、镇标右营游击傅文元等将校都率步兵及火器部队赶来助阵。明军携西洋大炮助阵阵连发火器，猛轰北援之敌中间。几轮炮火，后金军皆拼命，
各自携带战友死尸，仓皇向北。吴三桂率部乘胜向北追杀十余里，一直打到芹菜沟。吴三桂见此地山势险僻，恐有后勤埋伏，遂传令收兵。回城已经申时，查验各营伤亡，共死47名，死者遗骸皆有用回，重伤者49名，轻伤者23名。此战夺得后金豹尾旌旗2杆，后金战马16匹，缴获弓箭刀枪辎重不计其数，应不准下马割取敌军首级，所以被刀砍、箭射、炮轰、打死打伤之敌难以统计，兵器也不敢多使。据辽东巡抚李玉田查验，以上均属实。之后亲赴演武场犒赏将士，而后金军撤回门家山军营，当夜嚎哭一片，焚尸后次日便拔寨而去。